沉迷，但旁观者请保持安静。描述的再迷幻，再简单，再困难，也终将是我自己做一段无中的陷阱。从哪个角度都能看清，值得我向前去感受，盼知它是否是真或虚构。像浪脚摧残世人的道理，也不想浪费时间再提。描述的再迷幻，再简单，再困难，最后也许自己走这一段。Let's go， 我还走在狂风之中，披着雷雨的伤。我也想过放弃，也试着逃避。走这段旅程，伴我走这段旅程。